好的成绩，才会有好的将来。成绩证明一切，成绩就是一切。以两格为基准，拖完两个就要洗一次拖。刘美芳，少三分。一个好老师就是要让学生又爱又怕。两个你麻烦了，辛苦你了。是要去威。老师。到现在为止，没有一个医生告诉我到底得了什么病。我好希望有一个人，或是一个神，给我所有的疑问一个解答。我终于找到救星的药了。要不是我生了一场病，我永远也不会知道我的超完美主义让我失去也错过很多。如果我再回去当老师，我一定要让我的学生拿出一张比我更好的人生成绩单。一闪一闪亮晶晶，10月30日起，每晚8点。